办事上点心，不照顾好这些达官贵人，咱们可得喝西北风了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哼，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骠骑兵来亮个相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，分散隐蔽，射击。有新命令了吗？听我口令，射击！一鼓作气，开火！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找到敌人了，攻击！我的指挥派上用场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开火！注意！好了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是敌军，开火！尝尝这个，
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要出奇制胜，就这么办吧。找到敌军的弱点了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。沉着冷静才是制胜的法宝。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是正前方，开火！找到敌人了，攻击！还没找到敌人吗？一鼓作气，开火！听我口令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。分散隐蔽，射击。谨遵吩咐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跟好了，冲垮他们！都别落下，冲锋！是敌军，开火！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敌人中计了，来吧，击溃他们。集中火力，射击。战友间要互相扶持，一起上吧。为了荣耀。突击！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
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乖乖投降吧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哼，骠骑兵可不是放着好看的。跟好了，冲垮他们！公民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是检举叛徒，我们随时欢迎。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，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